想财务自由吗？想轻松赚钱吗？写上一句话，当你把人做到极致以后，一辈子都不需要再做事了。因为有大把优秀的人愿意来帮你干。给你们举个例子啊，让你们更清晰的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啊。看过水浒传的举手。水浒传里面讲到一个叫什么山，梁山。水浒传想到梁山，对吧？请问梁山创始人是谁？王伦，对不对？王伦创立了梁山，对不对？王伦以前是梁山的老大，第一届这扛把子，他本来过得挺好，但是他遇到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林冲。林冲加入他的团队以后，他处处为难林冲，他害怕林冲抢他的位置，结果林冲实在受不了了，一刀直接去你妈的，弄死他了。你们知道林冲在哪个位次吗？优秀还是卓越？林冲是顶级在优秀的位次，只会做事儿，但是就是不会做人，所以他们得罪国球嘛，厉害对不对？那你们觉得王伦在哪个位次？王伦只能在普通的位次，连优秀都没有进去。也就是当王伦在普通的位置，他招那个员工，这个员工境界比他高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员工会把你取而代之，把你给灭掉。听懂的举手。老板不学习的下场就是，一旦有员工的境界超过你，一定把你灭掉。没有办法，所以老板永远要引领，老板永远要成为企业里境界最高的那个人。所以老板必须要不停的学习，拉升自己的境界和格局。这个时候梁山来了第二届老大，也就是谁？托塔偏房谁？晁盖，对不对？晁盖在哪个维持？你们认为如果晁盖在卓越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晁盖是怎么死的？晁盖以前做老大做的也挺好，但是他招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姓宋，叫宋江。宋江来了以后，每次打仗宋江都拿战功，每次打仗都拿战功，所以这个时候很多兄弟已经认宋江不认他了。但是兄弟们因为认宋江，宋江认他，他还是老大，但是他实在扛不住了。他看到他立了那么多战功，然后晁盖跟宋江说，贤弟，下次打祝家庄你歇我来。贤弟，不是我要夺你功劳，你多次下山厮杀劳顿，下次有事却是贤弟去，贤弟只管看护山寨，不必担心。哥哥千万要小心，胜败倒不必太在意。他想做事来跟他的员工抢荣誉，结果一箭被人射于马下，啪死了。你说他在哪个位置？如果他真的在卓越的位置，他手下有一员大将天天立功，他只会更开心更幸福才对。所以从这件事只能表达晁盖还活在优秀的位置。我看梁山水泊梁山好汉的时候，我发现108个好汉，个个的这个武功超群，但是请问宋江在108条好汉里面，如果论武功，他能打过谁？他妈谁都打不过。我以前认为宋江是梁山里面最没出息的一个，包括宋江的那个外号，人家的网上外号，你看他妈托塔天王，对吧？晁盖，宋江的外号及时雨。我以前觉得他的外号不好，但是我后来当我悟到了做人做事和做局的金字塔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宋江绝对活在卓越的位置，他把人做到了极致，所以他的外号叫及时雨。换句话讲，晁盖在优秀的位置，宋江在做人的位置，在卓越的位置。什么叫卓越？卓越就是做人做到极致。卓越就是能够把一群手下的什么都不会的人把他都变成优秀。哎，108条好汉不是个个都厉害哦，在没有加入梁山之前，他们个个都是地痞无赖，都是地痞流氓，但是来到了宋江的手下，个个都变成了人才。有没有发现都变成了优秀的人才？是宋江把他们变成了人才。我这样讲话大家能不能听懂我在说什么？
而且从哪个地方表明宋江做人做到极致的，各位，宋江做人是不是做到极致？